fucking people that will hate. Low life, yo life, boy we living it up. Taking chances while we dancing in the party for sure. Flip my over for you. 姐姐，咱们从刚才开始讲，说到小哥哥给大家建议，第一条建议就是别把老师、父母吓你的大钱当回事儿，因为老师吓人实在太专业了。上课的时候，一个最有用的招吓你的，你觉得是什么？老师一进班说什么话你最害怕？老师要是开始给收费了，他说的对。因为这拖吧，我好几个人一下给我答对了。因为他如果默写的话，抄书就行了；他要听写的话，你说的同桌就行了；他要抽背了，你完了。一进班是不是说太吓人了？我们这个老师啊，是个女的，但是特别像男的流氓。今天我要抽背啊，我要抽背。来，你来，乖乖，乖，坐。来，来，阿旺，乖乖，乖背。心理战呀、啊！我只要一个会背，说是你只要提问上一点啊，他就知道你不会了。但是咱们也是个表演，咱得跟他比呀、啊。你看我会不会？我这儿都会，我会。你说我不会？哦，那行，下课到办公室来。太专业了，太专业，你没办法。还有，老师像我们年数算少的。父母吓我们，是真的吓了一辈子。从小开始吓你，哎，你不吃菜吗？长不高，你不好好学习，长得当社会烂。我去问一下哪个社会烂？哎，你为什么当社会烂？我没考上大学，他们让你怎么样？你父母就这样吓你？在我们家有一个完全没有、完全不讲科学的一个理由，说是不吃肥肉长不高。哎，我妈就说：“你妈，你不吃肥肉吗？你长不高，你不娶老婆，头都比你高一头。把你鞋放你冰箱上面，你出不了门，你给我抓，你上不了班。”我就扶持扶持，我现在这样了，怎么这么讲？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自己地理史，吃肥肉能长高？还好我现在特别高。有的时候我就1米7，有的时候1米9。还有一个，我们家又是我们家的东西，我们家都是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还有一个，喝热水对身体好。我又没有坐月，我为什么要喝热水？哎，我们家我爸说的是，只要你喝水，必须是热水。他说对身体好。我打完篮球特别渴，还得喝热水。还好，我会表演呀，我倒一碗凉水，装作是热水。我就是装的特别烫，然后把你烫来吧。咋回事啊？我又去倒一碗凉的。拿过来。咋回事啊？谁他妈像我爸倒一碗这汤的？拿过来。咋回事啊？从那之后，我爸的手机热都这样。原先我跟你说呢，我说你爸手上有无线网啊。第二条建议，有些谎是不得不撒的，别太自责。老师要问你，哎，你作业咋没交？忘带没带。一般都这样。你还想怎么着？你想跟他说实话？作业咋没交？我不相信。
喂，你跟你家长也是啊？咋这么晚回来？干值日了。想说实话，行，咋这么晚回来？送完老婆子回家。你有个谎就是不能撒，你没办法。说到撒谎，想起我们班一同学啊，她是个女的，她本来是女的，她一直都是女的。只要她一撒谎，她的声音就变成东北味儿，而且是男人的。老师问他：“哎，你咋说话了？”“我没说话呀。”“老师，你转过去了。”“老师，你转过去了。”“你写东西，你转过去坐下。”“你转。”“哎，你咋坐下了？”“刚才坐。”“我没坐呀。”“你这同学特别时尚啊，他特别想参与我们班女生圈去聊天，女生特别喜欢围成一圈，哎呀，我喜欢涛虎，我喜欢大成，哎，我喜欢大神，然后他就是我喜欢周杰伦。我好像知道，我妈都不喜欢周杰伦吗？他每天周杰伦，朱熹哥，哎，他不是跟外国合作了一个吗？第三条建议，别害怕老师。老师很可爱，不是，有些老师真的很可爱。我们英语老师，高二时候教我们的英语老师，他是多么可爱呀！他那脾气跟一个猴一样。现在教什么课班啊？教高二课班。哎，这个 B 来，啥意思啊？这个啥意思啊 ？B 来是哪个？啊 ，long ago 翻译的，很久很久以前，错，是长长那个女孩。你鸡啊！你鸡啊！这个后面大家都，我报警了，再写上。松饼鸡啊！哎，我老家，你就这样学习的？我，哎，我们他。在这样学习，你上三大学的，你不像我有哪有你这样学习的？他要在这儿，你就是考中间去大学。那这叫学习？你写完了？这叫写完？这是写完？我问他写完了，怎么写？刘老师就是这样，刘老师真是这样，绝对不夸张。我这还叫没完，真是这样，就相当多。刘老师说英语特别快，说汉语特别快，因为他说英语和汉语都有口音，他想一带而过。先生，你下去再一带而过。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爆出说唱状态，上课上上上，这个在后面加什么？就是在后面加上，人家就是低音棒，低音棒，我们加，棒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你这么搞不懂这老师怎么想的，脾气特别暴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有一个控制他脾气东西了，带了个血压计在玩，真的真的。他去趟医院，准备下午去，拿回来跟对方搁一锅去。他给我们去了血压计，跟他说这是血压计，他说不能上200，我说上200呢，上200不能说，看能咋样？他平时骂我说123，低160，再说一遍低170，你敢不听不听？低190，你敢啥？低190，你敢啥？不听不听？到200，我当时爆粗了。只能这样想，他自己说不到200，你不能说，我估计是个情况。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可爱的老师啊，有一个我们数学老师，这老师特别爱讲笑话，又是特别冷，给大家那个讲一个笑话。金木水火土哪个腿最长？火，因为火腿长。然后就没人笑，下面就。哎呀，好，特别热，好，这老师长得确实还行啊。这老师觉得自己长得特别帅，在他幻想当中，我们班有一同学叫奶飞沙，他特别喜欢跟他一起来回答问题。在他幻想当中，他叫奶飞沙是这样，奶飞丝。事实上。奶飞沙，
老师能接受幻想和现实这些的吧？他们以为自己特别帅，过来有人叫帅哥，你管这是第一个晒的电影，晒的电影。老师作弊的时候，别写在手上，尤其是不要非主流写在你手指上。刘云峰是我们课文写的自己酷一点，因为他普通留学生画画写到这儿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我想挑战一下自我，写这儿，完全是闲着没事干写到这儿。考试的时候都快用到这个东西了，一出发我就写着写着。One night in Vegas， 太不方便了，别写在手上。如果你写在纸条上，我这有一个好主意，而且就是作弊的时候你要被发现，我也不会被发现。你先拿一条纸条，跟你考核大小差不多的，你先进来，哎，也就是你的这条通通是什么，写在这个纸条上，塞到兜里，你先来把它考核死了，从窗户上扔出去。这是你在窗里敲纸条，如果老师发现了，你马上从窗户上扔，只要是我私事考核。你要写在手纸条呢？哎，你是卡。考完试了，你上回去捡你手指。结果好多人都知道，满地都是手指，就一个屎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。叫中指扔完，剩下大拇指放到这儿，咱手指成这样。然后你骂人说：“哎。”别写手上，写纸条上。下一条建议，慎交非主流朋友。慎交非主流朋友。我有两个非主流朋友，他们俩是一对儿，他们俩有些分手了，现在有些分手了。但是对话是我见过最偶像剧的，不是说好在一起的吗？哎，不是说好做彼此的天使的吗？啊，那男，对不起，不能太，我太累，不能再爱。男就要走，父亲就说：“哎，如果爱，请深爱。”特别难受。我另外一个背着的朋友，我刚造成三个背着。我另外一个背着的朋友呢，他照相的时候特别爱装。一帮男生照相啊，就是元旦之后照相，你说他俩是照相就行了嘛？他跟陌生男的一块照，他非要先我们几个，我们几个一起照相，说笑着照一张啊，嗨嗨的啊，有点大，三二一。照完，而且照完之后，赶紧把这个表情给放字儿，是吧？下一条建议，别嫉妒心一中。反正咱们高二也有可能，也有的说要去新一中，也有的说不去新一中。反正新一中现在成了我们最时尚的、最潮流的话题之一了。说是新一中哪儿好哪儿好，我们一中也要很好呀。他们有什么，我们有什么呀？他们有棒球课、游泳课、马术课，我们有语文课、数学课、英语课，他们有吗？啊，对，他们有。我的意思是我们娱乐的课程也非常多呀，像什么体育呀，他们非常幸福呀。我们一中非常不错啊，非常不错。像什么，人家的老师用的电脑是苹果的。我们一中老师用的电脑是笨笨的。还有什么？人家老师北京请的，我们老师伊犁师范的。我觉得这不是两个意思啊，我觉得伊犁师范非常好呀，非常接地气儿呀，非常知道我们新疆学生学习的风格呀，基本上在两两的阴霾没土。我初中的时候，在初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会儿有个练习班，经常有卷子就是“欲速谱加美美技术”，经常背的是武器，算是我们的风格吧。反正是，说是人家老师北京请的，我们老师伊犁师范请的，说是人家的厉害。哎，老师请的远就厉害吗？
那你会发系里面请一个老师的吧？今天的数学课我们学踢足球。你请一个会踢足球的数学老师，你们聊情况巴西，你说巴中就行了。一会儿老师直接都听不清，所以说没必要，安于现状就行了。下一条建议呢，就是别在同一个班里搞对象。也有搞对象的，但是我也不是诅咒你早点分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我也不是特别。建议大家去早恋什么，因为这有摄像，我只能这么说啊。没错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找个对象，千万不要在一个班里找，因为我就这样说。我现在一想到我初中那会儿，因为两个人一直聊天，坐着，哎呦，一个班里每天聊天，每天聊天，你有没有想，有的男的说话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知道吧？这么洋气美的男人，是你是怎么打脖子里？爱情的面子我当然记得。啊，我给你讲一下，我去过啊，发现一帮人就废话，那天不是一块爽的？你在这帮里找的事就是啊，你去有事想帮你发现他心里挺拿脖子。而且在我和这个女孩，也就当刚交往的时候吧，我给班主任每天说，老师把我们俩换成同桌吧，我们俩换成同桌吧，跟你俩是不是？我说没有，我俩没什么意思，我只觉得这孩子学习特别好，还有自由的学习什么的。这老师愣是不让我说。现在之后我跟那女孩分手了，然后他说你俩可以做成同桌了。我说可以做成同桌，那我也可以不做，我必须做。可以邀你学习，为你的人生想想。我就跟我前女友做成同桌了。你知不知道有初中生，哎，高中生可能没那么多，初中生还有同桌讨论这些环节，刚好赶上生物课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初二上学期生物书第17页，人的生殖。而且必须要同桌讨论。他说老师爱害羞都不行吗？还让同桌直接给我评价。之前可这样这样。这可我就不想了，大家讨论啊，别前后讨论啊，就跟同桌讨论呀，跟同桌讨论呀，跟同桌讨论是吧？然后我就跟我同桌讨论，也就是我的前女友。我也讨论人的生殖，你说我咋讨论？这个你的啊，不是你的，有吧？有了吧？不一定。旁边这个我的，然后什么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然后吧。等了下一代吧，千万别在一个班里找对象。下一个建议，填电子表格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再上传。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项目叫做与父亲的，填父亲那一栏，就填我爸的名字啊、电话号什么的，最后填一个考生与这人的关系，我要填父亲吧，再输入法，对不起，打错了，填成夫妻了。我咋就不知道检查一下，直接上传到 QQ 群上。我说老师自己拿，爽子自己拿，我插上了。那么大的表格，咋会有人去点开去看里头有没有？看我里面啥？我妈就是一个人，闲的没事干，把我给点开了，查到，哎，你看我和他爸爸是夫妻关系，在我们群里一喊，要点全校都知道了。哎，他跟他爸是夫妻关系了。好，下一个建议，不管老师怎么骗你，也别在上课的时候把手机掏出来。这道题，这个字语文课的是吗？这字，哎，这明天还是这个，咱俩手机查一下，人家都不敢碰。
没事没事，不收你们，就查一下，真没事，就查一下。没事，你先跟我查。我是你们让我看，我上面带没带手机？对了，收不收？收。啊，后面才知道，后面才知道，这老师也不是故意的，说之前是男的玩手机，玩手机，然后被老师发现了，他就是这样死撑着不给，知道吗？你玩手机有各种各样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是死撑着不给，老师把手机掏出来。像我们班以前有一个初中的时候，哎，高一的时候，我们有个物理老师，他是我们班一同学玩手机，他那时候是我跟我同桌，那同学就被叫起来了，然后手机被收了一下，但是被站起来了，他不给，跟老师死了，杠了一节课，最后那老师把手机收走了，但是我这同学还想把手机要回来，跟在那老师后面。一直跟着放学，一直跟着这老师坐公交车到了人家家门口，然后老师进家去，他就在门口站着，不参加青年。你们家里门口放那个不成年，可能一整年都挂着，再来一直都在贴了。所以他一直撕，一直撕，撕各种各样的花纹。老师把我手机啊，你在墙上写字儿什么的，老师受不了舆论压力，完了。那确实是个好主意，比我那些野蛮的不说。收手机的方法要好多了。哎，看我们在玩手机，把手机交出来。他这个相比我这个文明的多。下一个建议就是，老师如果让你抄东西，等他忘了，这招咋用咋灵。因为他是抄东西，他一般都能让很多人同时抄。这次不是默写没写上的，每人抄十遍，来来来来来，名字就念完了，那你就得下去抄去了。我的政策就是一直耗着，让他忘了，他早晚有一天会忘的，这绝对管用。他下，但如果老师让你罚站的话，也等他忘了。这个有培养技巧，你们是什么有问题吗？他要写到备忘录里了。挺有意思吧？还有问题吗？来。啊？他把第一页纸页藏到第一页。他把第一页藏到。他把什么？他把你的书页书到桌面的主页桌面。把我的名字到书上，然后把书到电脑里。再放到主。谁会那么白痴？表达能力非常强。那你就没办法，你就抄呀，那就抄呀。哎，那边那个画画同学，你好像也有问题。长得太漂亮。啊？写到日记里，你不是被网友们上骂你了？你一般在日记里就是骂好别人吧？今天谁谁谁办过微笑，然后 S S S。因为这些脏字我只会骂不会写 ，S S， 他真是个大 S S。上面基本上只能这样呀。还有问题吗？那个表达能力非常强的小伙子。他刚说是大哥不行，知道后面可能会的，大哥不行的。就躲开去了。他想到哪儿来了？抄了一遍。啊，让你罚站的时候，你也得等他忘。普通方法是根本不行。今天谁谁谁没交作业，让他站着去了，你就得先装到你在书里找东西，你蹲到下面找东西，因为老师不可能站着等着你，他顶多就边讲课边等，讲着讲着，等着等着，你就偷偷的，找着，你偷偷坐上来了，这都看见不了。当然，这个方法仅限于一群班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谁谁谁谁谁，他们站着一群人，哇！这老师干嘛呢？干什么事儿啊？三二一，哗！一群人坐上去，没人发现。后面空空，你让老师干什么去？下一条建议，别学广告，千万别学广告。在我初中的时候，这里记得我感情经历了。在我初中的时候，有一则广告，说是阿尔卑斯，什么小椅子上，公园小椅子里，
旁边一女的跟小男孩，就是阿尔卑斯，看起来就在一块儿了。然后我一看，又便宜又实用，比德芙那张管用多了。拿了阿尔卑斯，写了一张小纸条，我喜欢你，坐你后面的男生，坐我前面，都放你坐。刚一坐进去，老师换座位，换座位，这大嘴往这挪。我说等一下，我那个男生问我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你先回座位。我就被强挪到旁边那大嘴了。然后我那座位上坐的女的，是我班号称小冬瓜的女的，这是她的绰号，因为她特别美。我们叫她小冬瓜，但是她自己一般叫她自己叫大王花。那个大王花可能会可爱一点。开始进班去了，我干值啊，你也看看，不然我把你干。这霸王花突然吓人了，不小心把阿尔卑斯放他腿，放他腿，把我吓的。他那种动作，一转过来我就害怕了。你跑到我下巴盖上，没转过来。一转过来，我就表现成个傻子一样，讨厌我就。后面他一摸抽屉，一下就发现了阿尔卑斯。拿着纸条这么一看，我喜欢你，吓着了。跟我刚开始那一样，但是还好我够聪明，后面都是坐你后面的男生，还记不记得？后面的男生不知道咱们正在写作业，突然被爸爸妈妈直接敲门。不关我事儿。看看阿尔卑斯不行，别信广告。所以说不要相信广告。哎，魏伟同学啊，问一下，就刚那个，就你这，你别往后看了。行，别往后看了，来。哎，你觉得哪个广告最假？又要。冷酸牙膏上，这就是。为什么假了？吃了牙膏感动。上牙膏开心吗？你觉得哪个广告是假的？飘柔。为什么呀？神秘一号呀。曲线。我的第一次用了，然后出现不止啊。跟人家下雪一样，小朋友们来了，啊，我妈又，然后又出现主持人，妈，今天半夜的全是同情心，我又是飘柔，妈，今天一主任，来看，来看，我们不认识，啊，机会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妈又飘柔就假了？因为出了戏，来你来一下。啊，我觉得那个就是巧克力豆是彩色的，那个彩豆。啊，那行，巧克力豆是含蓝豆是吧？啊，彩虹糖。彩虹糖，它是大象拉出来的。你说话真好听。就是一个好几步，然后吃着彩虹糕，拉出来一只彩虹糕。还有啊，我们自己拿着。看他边骂彩虹糕，说好多年的糕，全是从菠萝西瓜。最后你今天念了咒语，菠萝西瓜，两个广告其实都没有被提到。其实最假的是那个旺旺系列的广告，那是又土又假呀，旺来旺来，那是早上起来大喊一声旺旺，儿子你被抢到了，儿子你是把秋荣吃了，儿子。这老同学大喊一声
别欺负汪汪的，汪汪太傻了。还有什么？有一个，我这边讲的是和我小姐姐的怎么样？我和你们再也没得到概念。你嘴是我小，我这只有这有问题。你和你们他们到外面来，我哎，我没把这事儿了。这长成什么样子的？下一个建议啊，尤其是给初中同学说的，别挂 QQ 了，别挂 QQ 等到晒着太阳。像我们那会儿，每天我还前上别人给我挂，因为我那时候我那天上不了电脑，我就给别人钱，然后说你帮我挂到太阳，我给你十块钱什么的，有用吗？现在都玩微信了吧？哪有人玩 QQ？ 现在微信的使用量有多大？哎，你能说一个用软件比用你微信多的吗？快播。快播主啊！行行行，我最用的确实没微信多，微信用的太多。你没看车上所有人都。这来一个女的，长得不错，看她在走，我也摇一下。我不管咋摇，出来都是男的，而且都是广西、广东那边的。我们那边哪这么有缘？一摇出来，警察一摇出来，我还加上我这女的就别摇了。那我也不想摇呀。哎呀，这群瓜！哎，微信确实是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是改变不行。朋友圈这个东西，其实我感觉跟微博差不多吧，就是你上传东西，然后别人看，哈哈哈哈哈，太帅了已经。但是里头最恶心的东西就是转发类的。不转妈妈。朋友圈还是单独转给你了。不转妈妈。赶紧转呗，不然你这考试就挂科了。转给21个人，不然全家死光光。你是要吓死我？赶紧转这个，转给111个人，不然明年的光棍节你一辈子单身。明年的光棍节你一辈子都单身，有这样说话吗？我今天下午等你一整天，有这样说吗？还有感觉吧，就朋友圈这种转发东西，我实在是太讨厌，实在觉得太恶心了。拜拜。但是也有好东西，比如说，我有一朋友。就是他在朋友圈上发了一个什么12345678910，随便挑一个号码，然后我就挑这个，我没玩过那个，我说挑那个，他说你穿这个挺配的，我说我啊打过去，他给我充20块钱话费，那我要20的话还是40块钱。他说不是，你看这个列表，换过列的列表，一是的话是把他头像涂成你的什么你的头像，二是每天给他带个旺仔牛奶，反正是各种各样游戏类的。我一听，我突然想到一个妙招，然后我就问别人，我也是在网上转的，我说12345678910，你们自己随便选。然后别人说选个二，我马上就到给你做编辑，我马上就把。二的位置和那个充话费送20换一下，一上去你又得给我充话费20，你又得给我充话费20，有的人不愿意相信，我就加这个充话费或提款20下，一般人就直接充话费，全都不用想。现在咱们来聊一聊这个高二同学的，刚才一个好消息吧，算是一个好消息。高二同学呢，现在正在开家长会。高三刚进，因为咱们四次月考，你不去上了先，拿着。那是现在就高二在开家长会。我想起来，以前开家长会的时候，每次开完家长会都有几个学比较差的孩子，他的家长被留下来了，因为那些孩子说是不交作业。我不交那个，不交这个，学习我没完成，家长就被留下来了。我家长从来没被留过，因为他们没来过我家。不是我不给我爸妈讲，是我不给老师讲。老师问我，你爸呢？不拆了。你妈呢？不拆了。你姐呢？
还没出生呢。我有14岁的妹妹，她说给她打个电话，叫她去她地方说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得给我妹妹做饭。像显得我特别凄凉，我爱我的妹妹，实际上我就是个姐姐，我根本就是个妹妹。反正每次经历都是这样，但是好汉早晚也会戳他的眼前。有一天我跟我妈走在街上，迎面碰上我班主任，说：“哎，你妈不是出差了吗？”我说：“突然一想。”没有大件，真是在我，永远变在我的心中。老师再也没问过我，他觉得我这孩子已经失去控制了，回答问题也不理我，把我位置切成了最后一排。我的同桌，唯一代表的女生，甚至连我以前跟霸王花做过，知道吗？由漂亮的女生变成了霸王花，从霸王花变成了一台饮水机。我就坐饮水机旁边。我还有一个同桌，和我关系特别好，他姓董，坐我左边。上次我还有个书记长，我觉得特别爱喝水。我上次还有个书记长，就开始接水。但是我之前都没发现我的饮水机这么多呢。只要你接水，气压一个不够，咚！全班都看我，咚！我说楼上呢，上课接水，大家听着，大家听着，咚！反正有那么一次，我家长会算是叫我妈过来了，因为老师学聪明，直接给我妈打电话，把我妈直接叫过来了。那次家长会的主题是怎样教育孩子。说是要以物质奖励为愿望，你孩子学得好了，给他奖励一块巧克力；你孩子学得好了，给他奖励一块糖什么的。我们不是70年代的孩子，给我奖励一块糖，我们这会儿没有糖吗？说是那种奖励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你这个是要干嘛？你在挑衅我？就说这物质奖励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有手机了，那时候初中的时候，我说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手机啊？我就特别想要一个手机。我说使劲学，使劲学，使劲学。后面学进步了，我妈要给我带奖励，我就给她带个奖励。我儿子，我给你带奖励了，给洗手液。你给我给块糖都比这个好啊，洗手液。但是野菊花洗手液。真的，绝对没骗你，真的这个牌子。肥皂对吧？我拿过来，我说，你确定这是洗手的？一直都没给我画出来。咱们聊一聊丰满仪式的形象吧。咱们丰满仪式。各种各样的新装修，各种各样的高科技，时尚都好不行了。这种语音他还提醒你，电话几张手指放入室了，我还能扔哪儿？然后打不开门，他们打开门就自动冲水，然后啪一下冲水就自动冲。那种语音有些人就容易混淆了。比如说我们英语老师这种脾气暴的人，他基本上说不要过来讲。那是的，是的。反正上完了。过程我就不用演了吧，那个，看我就没必要，没必要演了。反正上完了，不知道咋冲水，那我老天，就是咋冲，请将手指放入池冷。我给装的。你聪明啊！打开门自动冲水，哎呦，哎呦！这语音太好，你太难为人了。咱们学校，再说还是说哪一遍吧。不是，每一位学生都发了一套新的校服，特别好看。我穿这是他的西式款，西装款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。
家穿上了都觉得非常好，非常舒服，而且政府报销70%-80%，觉得非常不错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你得跟别人，跟你同学去换，跟同学换，你可以跟别人班同学去换，还有的人是隔壁年级去换，还有人，还有人家长在强势论坛上跟别人的孩子去换衣服。你知不知道换大的，你一个发小的发大的没什么尴尬的，最尴尬的是什么？我一个同学，男的，就那个小胖子班里走了，给他发了一套武士袖，这娘们多尴尬！第二天穿着西服到学校来了，就他是女的。我这是柯南的，你看他多尴尬。他打电话到那制衣厂里头，制衣厂给他的回复说是因为杨帅你胸围全班第一，胸围全班第一你就发女士校服，你腰围全班第一给他发一套孕妇装是吧？你太欺负人了。我的同学是反正不知道怎么换啊，但是换出来一下，他们有一套女的，因为杨帅胸围全班最小，所以杨帅发特长的校服。哎，那可能的，其实别的同学找到这里面。应该没问题吧。好，下面说到最后一个，咱们一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盖了这个体育馆。盖了这个体育馆之后呢，咱们的操场稀清了不少，咱们没必要再在足球场上去打篮球了，比如打着打着那个小石头砖，然后地上风感觉再也没有了，你也不用去造你鞋子里的那种黑沙子了，这里头就可以打篮球了。但是呢，建了体育馆之后，我们操场上少了一位老师，就是王老师。本来王老师，王老师现在心里想的是，我太错了。我是最错了。耶、本来王老师在地下室里头，啊，王老师你不会跟我过是吧？是不是男孩不让我当帅哥。本来王老师在我们每节课快下课的时候，会来一个高三六八五七，高二六八五七，高三六八别打球了，你们班主任叫你汇报。算了，但是王老师不在了，我非常怀念王老师，所以我给王老师写了一首诗，也算是他今天演出的最后了。来，第一遍，好好立马是吧？等一下啊。根本就没连上。老王的微笑撕破了他的脸颊。当然，王老师，我说老王绝对不是贬低你的意思啊，咱俩关系好，坐在上课。老王的身影划破了天空，划伤了鸟儿，生命逐渐苍白，微笑渐渐脸长，也没见他用过那么一次的肩膀的喉宝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神情？王老师，您就是谈过期啊，坚不可摧。新楼升了起来，老王扯不下去。王老师靠着新办公室刚刷漆的白墙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、向往着、憧憬着那原来的一般景象。他用尽所有力气，从他的肺、支气管、气管，从他的喉咙深处顶住那么一次，换气。